25年，因为有你，大家熟悉的新岛声音。亲爱的新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和新电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岛中文电台国语台的新闻主播李晨。作为30年的新闻主播，在这里要祝愿25岁的新岛中文电台生日快乐。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5月，加盟新岛中文电台国语台，参与报道了世纪难忘的2020年众多的焦点和新闻事件，亲身经历人心与世道的变迁。作为湾区华人媒体的一员，与新岛同呼吸共命运。在新岛中文电台25周年之际，衷心的祝愿电波中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吉祥如意。愿新岛中文电台成为您生活的一部分，无论世事变迁，我们都将忠诚的陪伴在您身边。也愿新岛中文电台一直引领华文媒体服务湾区华人，提供最优质的广播电视盛宴，丰富我们的视听生活。新岛中文电台25周岁生日快乐！